做了一些努力啊，在那边也弄了商主的那个在地的食材的桌椅，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啊，因为你们的距离也分得太广。我认为是最主要，你们要针对这个白马尊王庙的正前方这附近这边多设一些像类似这样的桌椅，整体看起来，第一，那环境经过整理之后也变成美观，然后游客呢也可以在那边，因为黑尾鸥很喜欢在这个渔船码头这边这一带觅食，尤其是白马尊王庙前面的那一颗石头，这黑尾鸥最喜欢在那边休息，就是可以最近距离的观赏黑尾鸥，就是你可以这边设一些桌椅啊，可以休息之外啊，除了这个有观光的一些价值之外，我们这个在庙会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的乡亲你看大家都聚集在那边，如果说有一些地方可以坐的话，在这个庙会还没进行之前，对不对，可以坐那边休息。乡长，那个像那样的一组的那个在地的食材的桌椅的花费，大概那样一组要花多少钱？工程的部分我请秘书回答。啊，工程的部分。秘书。谢谢刘代表指教。这个费用不高，因为那是在地食材。哎，对，费用不高，一组大概两三万块钱就可以做起来。对啊，那两三万块，我们可以用这个乡里面的零星修缮的钱，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个几组摆那边？这个我们已经，这应该是很好，已经列入规划了。列入规划，在什么时候可以？我们编列在明年省府补助款，整个周边道路的护岸要做那个修复工程，也包括环境美化跟增设石桌椅，是在明年。明年度，就是说，你意思说在那边整体的环境，明年就可以把它做一次的改善，包括增加的护岸跟周边的绿化美化，还有增设休闲设施。都已经编列在明年度的计划。好，这样了解啊。好，秘书，谢谢，谢谢大家。好。